姐，你好像个女明星，可以给你化个妆吗？就她还明星呢，还不如改造我。可以吗？算了吧，我还回家带孩子呢。很快的，试一下嘛。化完给你这个。行吧。来给你用一下这个 FV 的粉底液，它的遮瑕能力还是挺好的，像你脸上这些斑点，它都是可以遮得七七八八的。那你给我上一半，我看看。可以啊，而且它还是个定妆粉底液，等这样上完，等它干透成膜，它是可以自动定妆的。如果你想要持妆更久的话，就用个粉扑薄薄的扑几下，它可以持妆更久的。这皮肤确实看起来好挺多的啊。这个真的不脱妆吗？不信我给你做个测试吧。定完妆，像我们日常出门戴口罩一整天，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夏天出汗什么的也不用怕，水流下来都是清澈的，直接用个纸巾把它擦干，看都是干干净净的。试一下，我们就继续吧。